指挥官，我是露西亚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来基地了。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又阅览了一遍以前的影像记录。很可惜，无法再一次体会那时的感受。但过往的点滴相处不会化为泡沫。只要有指挥官在的话，我们还会有很多创造回忆的机会。指挥官，不久后灰鸦小队有调休假期。塞利卡小姐建议说，我们可以去团建。听说其他小队也会举办这样的活动。指挥官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等你完成手上的任务，我们就一起去吧。我们都，我很记挂你。指挥官，这里是利弗，好久没有见到您了，就算再忙也一定要和我们说一声好吗？我不在你身边的话，你一定又不会好好休息了吧。您的云端记录显示你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按时入睡了。指挥官，任务固然很重要，但也请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，只有你健康平安，灰鸦才能一往无前，我也能安心些。我在基地准备了一些指挥官你平常爱吃的点心，等你回来我们就一起聊聊吧。我也想成为你的依靠，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终于接通了吗？你之前说基地里配套的办公椅太过反人体工学，我已经根据你的身高体型数据，将原先的椅子改造成了最适合你的人体工学椅，还加装了紧急呼救按钮。毕竟有人一工作起来就不要命了。你说哪里来的身体数据？这种事情稍微目测演算一下就知道了吧，并没有特意看着你。还有，在你执行其他任务期间，我已经完成了新机体的适配，但再先进的机体也需要指挥官你来进行意识连接。毕竟你是灰鸦唯一的指挥官吧。任务完成之后就快回来吧。你不先挂断吗？